好，21分。42咯，唔計分。唉，呢啲又係攞分位都自己勾落網。係啊，西索放得太貼啲。關咩事啊？佢貼咪仲易放，越貼越易放。驚我啦！九歲女仔天水圍區，中招啦！佢一 drop 波，你千祈就唔好出去放網。一上嚟推對角，特別係正手，好易中招。歐，其實而家用波有好多歐對角，即係佢往前用波勁多。以前唔係，而家雙打單打都係啲波網。你打力量波嘛？唉，大肥仔咁幾多啊？依家？8-7，但肥仔咁嘅力量係可以打力量波，即係如果佢再高啲嘅話，小學生級。係呢度要推佢，你挑就放生咗對方，你發覺推佢就推唔到。但我乜推嗰次直接中間，但又驚出界喎。可唔可以直接中間脱身截咗呢個波入？推咗直接脱身接嗰個波，佢推對角，你點接啊？好波，又係呢支。哈哈，自己。Samson最弱就係啲 drop， 成日死殺爛殺。我大佢 drop 四成幾嗰啲咯 ，drop 嚟。抽係掃出啊，掃 out。
但肥仔唔習慣打防守波。我哋星期一至星期日每日都有兩至三個訓練班，好多選擇。水平分得好仔細。初中高，你睇睇米仔手機新學生報名情況。几多啊？依家四九啊！哎，到你啦！哎，到你啦！你佢打多两铺，咁到你打两铺，佢打两铺，打唔打铺？系啊，咁咪打埋肥仔咪两铺，佢争打边个？打肥仔咯。啱啱好嗰啲咧，小學六年班企喺度就咁冚，都唔使踎低冚，執好個高度啱啱好。你今日中午定中午？中午唔得，中午。因為17-20。佢跳起啊嘛，一跳起咪識咗佢。18-20啦。唔好急啊 ，Samson。佢想掟低佢啊，費事追貼啊。哦，搞掂。